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燃烧弹炸死在朝鲜。有人说，当时他正在忙碌的工作；也有人说，他当时在做蛋炒饭；还有人说，他是在吃苹果烤苹果皮。今天，我们就聊聊毛岸英。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岸英生于湖南长沙湘雅医院。按照族谱，毛泽东的下一代是远字辈，因此毛泽东给他取名远人。 字岸英，一九三零年，杨开慧和三个孩子一起被捕，杨开慧很快被杀害，毛岸英三兄弟随后被保释出狱，被带到上海，住进了中共地下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顾顺章叛变后，大同幼稚园一名保育员外出失踪，出于安全考虑，一九三二年中共解散了大同幼稚园，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被董建无带回自己家中抚养。 不久，毛岸龙就病死了。董建吾的岳母对这几个孩子常有怨言，于是董建吾将这三兄弟交给前妻黄慧英抚养。兄弟俩初到黄慧英家，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提供，有时额外给些补贴。有了这笔钱，他们在黄慧英家的生活还基本稳定。俗话说“久住人闲”，兄弟两人经常要做繁重的家务，黄慧英还让他们当报童，在街上叫卖。 挣钱少的时候就被黄慧英毒打，毛岸青甚至因为被毒打出现了精神问题。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董建吾失去了固定经济来源，前妻黄慧英自然也就拿不到抚养费和补贴，对两兄弟变本加厉的虐待。一天晚上对账时，黄慧英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 不但没赚钱，还贴了老本，气急败坏的黄慧英扇了兄弟两人几个耳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不是等闲之辈，一怒之下领着弟弟毛岸龙就离家出走了，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流浪生活。中国的文化是，事情做的再多再好，不如把领导的事情办好。一直以来，董建武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帮中共特科搜集情报，到瓦窑铺商谈国共合作，护送斯诺去延安，但只因抚养毛泽东子女这件事没有做好，共产党见证后，他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也没有任何人出面保他。直到一九六零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想见见自己这位老朋友，他的情况才有所改善。当年那个神采奕奕的牧师，和如今骨瘦如柴的批判对象之间反差巨大。 组织担心会给斯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虽然斯诺每次都要求见见老朋友，但每次都没有见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咸鱼翻身，董建无奉命把流浪了两年的兄弟两人找回，并由张学良出资十万法郎把兄弟两人送到苏联。说起这位少帅，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绣花枕头。张学良喜欢收藏古董。 董建武则投其所好，将一套二十四件的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杜佑彩瓷送给了张学良。买古董的钱当然是共产党出的。张学良、赵一荻见到这套彩瓷后爱不释手。张学良欲以重金酬谢董建武，董建武坚决推辞。张学良虽然是个绣花枕头，人情世故早就门清，没人会无缘无故送重礼，就问董先生。 你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说，只要我张汉卿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见时机成熟，董建无便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看得起，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有机会，就请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去读书。” 张学良当即爽快答应。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学良安排部下李杜将三个孩子带到国外。最终，苏联只接受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将董建吾的儿子退了回来。他的儿子还不够格去苏联。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兄弟俩在苏联待了整整十年。他们进入苏联后，随即被安排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一九四三年一月，毛岸英进入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卫级军官，他们大多立有战功，而没上过战场的毛岸英则是例外。在军校，他火速的成为了苏共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在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后，毛岸英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并参加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享受到了苏联人梦寐以求的殊荣。这一切优待，当然得益于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给儿子写信。 说年轻人记忆力好，精力充沛，应该多向自然科学学习。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政治是要谈的，但少谈些政治为宜。他强调，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大概只有对亲儿子，他才能说出这么发自肺腑的话吧。毛岸英一九四六年初回国，毛岸英刚回到延安。 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经历大概七个月。但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一九五零年五月初，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巧的是，在韶山。 毛岸英外婆的妹妹向振凯找到毛岸英，说：“三十年前毛泽东向自己借了一百大洋，至今未还。一百大洋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三十年没还钱，实在是说不过去。”直到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乘坐软卧列车回京。按中共当时规定，十三级以上高干才能享受软卧待遇。 从一九五零年八月中旬到十月七日，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了不到两个月的副书记。十月八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宴请彭德怀、周恩来，由毛岸英作陪。人经周恩来自然知道毛泽东家宴的意图，向来行事谨慎的他这次缺席了毛泽东的家宴，我们不得不佩服周恩来的智慧。 周恩来无论支不支持毛岸英参军，都有极大风险，回避是最佳选择。十月十九日晚，毛岸英随司令部进入朝鲜，担任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二十三日抵达司令部驻地大鱼洞，这里原来是金矿，地理位置比较隐蔽。一个多月后的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四架轰炸机突然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 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顿时烈焰腾空。仍在作战室的毛岸英和高瑞欣被炸身亡。毛岸英死亡的当天，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电文怎么写。最后字斟句酌，花两个小时采拟了一份一百多字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毛高二位同志被燃烧弹烧死。军委高贺。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悠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私二十五日十六时，这封电报并没有交到毛泽东手上。 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子龙，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因为材料写的不好，所以从战场上把他叫回来，这个理由太牵强。”这时，叶子龙才不得不把毛岸英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毛泽东。这一消息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毛岸英和毛泽东有个相同的爱好。 那就是睡懒觉。当天，美军在短时间内轰炸了两次。第一次轰炸时，毛岸英和另外三人已经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在美军第一波轰炸结束后，他们四人以为轰炸结束，又重新返回作战室。不料，美军飞机突然折返，再次轰炸。四人中有两人跑了出来，另外两人没能跑出来，其中就包括毛岸英。美军投下的是凝固汽油燃烧弹。 瞬间温度会达到几千度，只要被命中，必死无疑，瞬间将化为灰烬。三人中唯一的幸存者程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当时担任作战参谋兼朝鲜语翻译的赵南起参与了遗体的辨认工作。 毛岸英和高瑞欣遗体损坏严重，加上年龄相差仅五岁，一时间难以辨认。赵南起和毛岸英很熟，他知道毛岸英带着一块手表，并且腰间有一把斯大林送给他的小手枪，这才确认了两人身份。彭德怀的电报发到中南海后，周恩来第一时间收到，周恩来直奔刘少奇住处，并电话告知朱德。三人商议后，形成一致意见。 暂时不要告诉毛泽东。毛岸英五岁离父，八岁丧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童年的不幸和教育的缺失，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不足为怪。睡懒觉、嘴馋，也不过是年轻人的通病，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任何年轻生命的逝去。 都是悲哀的事情。卷入这样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并不值得歌颂和吹捧。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了19.7万人，这是让中国19.7万个家庭失去亲人、顶梁柱的战争。也许只有自己的亲儿子死在朝鲜，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抱怨说：“斯大林近日曾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场由苏联导演、中国执行的战争，日本、台湾是唯一赢家。”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中国军队死亡十九点七万，致残人数达到九十七点八万。加入朝鲜战争，迫使中国不得不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后来与苏修反目，使中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只是在军事建设上使共产党有所收获，共产党军队基本改装了，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抗美援朝原本为的是想让朝鲜人民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但是北朝鲜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仅在苏联中国援助时有所改善。朝鲜利用中苏矛盾，耗费了中国巨额援助。 他们搞核试验、发射导弹，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制裁，成为影响东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